这是第一次疑似发现海清气的地方，从地质情况上来看，可能性确实很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是一个老师，一个也是研究这方面的老师告诉我的。老师？海城研究院的？是纳勒斯实验之后帮过我的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波塞冬的实验田你准备怎么办？我需要知道这里详细的情况。对了，还有，我想知道所有关于你的事情。哦哟哟，我以为跟莫良有进展之后就夜不归宿。哎，怎么了？只管接不管送，这么不负责任呢？北方鸽子，票根都没有接。哦，对了，张阿姨呢也送了我两张电影票，是后几天的，我该陪你去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啊？拿着我给你的电影票呢。行，那你们俩一块去看啊。哦，对了对了。看完了以后要给我写观后感，到时候我参加读书会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分享。 OK， 嗯，别忘了哦。观后感你自己去，我不去了，我没心情，到时候发一份观后感给我。我不写。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连骨更合腿啊。你敢说我？你坐在那装什么装啊？还不睡觉？安飞啊，我发现你最近一看到我就会脸红。
林怀义来找我了。找你干嘛？他说他觉得我穿透董子龙。找你就说董子龙啊？没，他来的时候脸上还写着几排个字呢。第一个说的是请不要叫叶海阻止我赚钱的机会，钱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什么都是我的，请滚远一点。你能读出这么多东西啊？我还帮他省了好几千字呢。嫂，有好多话没说，风吹沙落，听寂静的晨风，你最后漆黑眼眸，一念执着，看时间轻和享受，只想要牵你的手，四季轮流问候，曾经的拥有却成了奢求，一万两千年寂寞，我还在月下等候，虔诚的给温柔，亲吻刻在你额头，一望无际的沙漠，还以为是你经过，被遗落凡事中，前尘往事如错，留我在云海漂泊。全吃了，你是故意害我的吧？祝你早日康复。喂，阿明。段先生，
张阿姨给我了一张电影票，但是实验室组织了一个潜水活动，我去不了。你拿着给我好好去看。然后你记得写一个影评啊。听我说，观后感。飞，你真是太够朋友了，流行之力简直是太感人了吧！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！哎呀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他们真的好可怜啊！有情人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呢？我刚刚看你在里面一直笑，你看你现在也还在笑。好冷啊。哦，是啊，这里冬天是冷。啊切，哎呦，你看这里只有10度。你的衣服挺厚的呀。啊啊，你的也蛮厚的。你打车走吗？哦对了，上次我打给你是不小心打错了，你别生气啊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，现在一点都不冷了，不需要你的衣服了。实验室里的人脑回路怎么都这样啊，很想安飞。你冷吗？还是我的外套给你穿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不会是个骗子吧？叶海元呢？还没睡呢，别动，这样挺好的。给我醒一醒，别做梦了。在梦里，我还以为是你那个小明星呢。你好点没？嗯，你的药还挺管用的。吃饭了吗？吃了。阿姨煮的。不是。
潜水去了。实验室现在暂停，也只能去培训了呗。实验室还有这样的课程？现在国外都会做这个项目的。那下次带上我呗。安教练好久没有教我潜水了。你现在身上有那个谁，天赋异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都被你折腾这么惨了，下次出海带上我呗。现在实验室的人看到你，恨不得给你撕破了，知道不？晚安。亲爱的，是不是你在远方呼唤？爱上你，脆弱的让我心寒意乱。听海的声音在风雨中哭泣，倾诉着永恒的秘密。你好吗？你的神秘我捉摸不定。爱上你，逃不掉一切是天注定。听海的声音在风雨中哭泣，忘记那美丽的回忆。这么多菜呀、啊，是有人要来吗？小叶的女朋友送来了。哦，昨天小叶的女朋友来了。叶海，叶海，开门，叶海。你今天不给我开门的话，我立马打电话给叶天。华姨妹妹、嗯、你一个单身女性来我一个单身男性家里不大好吧？我没有说我一个人来啊。好久没有跟我的司机吃饭了，有机会一起聚个餐。送那么多道菜，我冰箱里放都放不下，所以我都全拿出来了。叶海呢？叶海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他每天早上推着自行车出去，你不是不知道呀。他现在改兴趣骑自行车去接人了呀，是去接人吧？是吧？行，不等他了，我们自己吃。那么多的菜，就我们俩吃，吃得下吗？他现在跟他女朋友一起吃饭，吃的可好了。我们吃我们的，我们也吃得好。行吧。雨落在我窗的地里，想起你，为颤抖的语气。听城里哭泣的声音，担心你。习惯了一个人的背影吗？怎么慢慢变得清晰？怎么带你飞向天际？怎么替你永远擦干？我不怕天空忽然安静，不怕你的过冷清，只怕和你难以靠近。很珍惜下雨了又下雨了，你还呆站在原地，笑眼里含着泪滴，你心会在哪里？三个决意断过去，
我们这一次大概需要研究的气体能源就分这几种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记下来。对我们之后的勘探和开采都非常有作用。阿飞，我们所有的气体能源的分层图是怎么样的？阿飞，咦，他为什么一直在看我？大发，他怎么今天一直盯着我？ 问你吗，缇娜？什么？四大洋是哪四大？大西洋、太平洋、北冰洋。什么呀，安飞？我在问你，所有气体能源的分层图是什么样的？今天我说的那些气体能源一定要记住。好，记住了。对，回头把那个报表。 全部都交给我，下周一给我就行。好，那去吧。嗯。韩飞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不要！你刚才发什么呆啊？还四大洋？我就觉得吧，上课的那个气氛太严肃了，我就开个玩笑。哎，开玩笑。莫良，哎，说你刚才找我。 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哈，这么快就和好了？怎么做到的？已经提前安排工程队过去了，也有实验室愿意帮我们，仪器和设备在那边都能搞定。那就太好了。听起来是有新的任务。那新的实验田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一会儿回去收拾东西吧，顺便跟阿姨说一下，你要走一段时间。 啊！好啊，什么？我收拾什么去哪儿？去南海啊，新的实验田嘛。莫良，院组可能要留在波塞冬吧？你那边缺人手的话，可以让朱淼淼过去帮你，也挺合适的。合适个鬼呀！哦，不用了吧？做助理研究员和负责科研日志的记录，我觉得还是安飞比较合适吧。对呀。 收发材料和数据采集都是比较基础的工作嘛。到底是在帮谁说话呀？那听你的。两位多照顾啊。你呀，让莫良哥哥多照顾你吧，我留在波塞冬替你们做数据分析。你不去？那波塞冬这边就有劳你了。那南海那边就有劳你了。 吃，雅涵，你能不能不要让着我呀？没有，你太厉害了，打不过你。我都陪你打那么多天牌了，你没正事啊？陪我打牌就是正事。王叔。 放手！法西攻击吃！玩儿。嗯，叶天哥哥。哎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接着来。别着急，我叫个饭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实验室什么时候重启啊？哎呦，不能说呀。 别问你哥啊，你不说不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等待一位高人解救众生。说人话。实验室呢，聘请了一位资深教授来做顾问。哎，我不干又拉别的外援啊，我不同意啊。你又有什么不同意的呀？又还没有出事情，你瞎操什么心啊？哦。 你是不是怕你哥哥夺你的权利啊？你求求我啊，我可以帮你啊！你赶紧打牌了，搞不清楚状况了。你以为谁都跟电视剧演的一样？这么多权利妥不妥？我发现你是一点不关心实验。
我以前关心实验呢，你说我搞破坏；我不关心实验呢，你又在这儿说我。我现在对你的价值，是不是你就从我这儿能问到一些小道消息呀、啊？喂，怎么？什么？这么突然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还真是小看那个墨良了呀，他又要去南海开采一个新的实验田了，好像还要带着某人一起去。喂，哟，您来电啦。大人有大量，我那天真的忙。你们实验室负责人都在桌上呢，你能有他忙？我这不就是想要早一点达到标嘛，对吧？努力一点。那个今天他还跟我说一起出海勘探呢。你加油啊。嗯，我争取多学一点。不是说工作了。哦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给你分析分析。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哎，你得。去多久啊？一个多月吧。安全预案还没做好就要去，我不让他去。我说是谁去了吗？吴健。是。巧哈，又遇到两位老板。你好，再见。今天不用跟莫博士研究数据啊？就研究完了呀，需不需要我和两位老板汇报一下？这是不想听的表情呗。叶海，我准备了一个音乐会，你到时候一定要陪我来练琴哦。你以前一直都会陪我的。不去。叶天哥哥让你陪我的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我会给你发邀请函，你一定要来哦。我没有艺术细胞，可能听不太懂。你在逗我吗？继续和我杠吗？哎，走不走了？不走，回去了。行吧，我也走了。去南海一定要加油啊！你也加油哦，加油！浪费。哎，安飞啊，怎么了？吃饭的时间怎么出去啊？我回家几天。回家？怎么突然想回家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就回去几天吧。你就别留我了。什么留不留的？其实呢，想走也留不住，想回的也不会走。最主要的得看清路。
出现在这儿啊！最近眼神肯定出问题。大半夜蹬着自行车干嘛？你什么时候养成晚回家的好习惯了？就我家附近啊，你蹬自行车干嘛？你先回答我。收拾东西。收东西去哪儿啊？就是收拾东西。你先回答我，你来这儿干嘛？哎，我第一次见你骑自行车。干嘛呀？不行啊？行啊。只是每一次看你骑自行车玩车，怎么也没听你说过骑着带我。我没说过吗？再说你肯坐吗？哎，你是每天早上骑着出门的吗？哦，对啊。是在练车吧？没有啊。嗨。你是不是不会骑车啊？你居然会脸红，你居然不会骑车。不是你看过《甜蜜蜜》吗？不是说没看过吗？你知道里面经典桥段吗？给你演示一下。怎么样？上。去哪儿？回咱家呀。你骑到这个样子，还要我上你车呢？我练一礼拜了。行，那你骑几步给我看看。我真的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呀？刚才你跌倒的时候。我真的看见你穿的是红裤衩。老板，电子资料真的是太少了，这部分都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了，一些是在老董事长的保险柜里找到的，还有一些是在小叶档案里找到的。你先回去吧。啊。为什么我没有？你不需要。但是小海有。因为小海他需要。我也需要。为什么从来他拿到的礼物都比我多？哥，你稍微拽一摩托比我厉害多了。就这一两个小礼物至于吗？我拿摩托换爷爷这个礼物。真的？小海，这跟你说好。
小婷，你要什么，爷爷都给你买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知道，墨良给你开了实习工资，你确定住外面的话，浪费我家这么大一个房间，那我就不给你打生活费了哦。你干嘛呢？一大晚上的，招魂呢？对啊，招魂了。把你招过来了吗？哎呀，真难听！你能让我听出一个正确的曲调吗？这玩意儿这么难吹，你教的对吗？吹笛子要沉心静气，你这样跟吹气球一样。能吹出好声音吗？哥，是你不好好教我吧。啊，给钱。挺厉害啊，拿去买早餐。我得省着点，以后只能靠自己活了。你赢多少了？30块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赚钱的活吧，你以后别去实验室，给我当女仆吧。你好好干，我给你发工资。干得好呢还有奖金，平常就买菜做饭，你还能捞点回扣什么。新的实验田你也别去了。来，你跟我嘚瑟什么呢？你会一直盯着实验室看吗？你盯着也没什么用啊，实验室没什么问题。墨良哥明显对高频声呐这些事不知情。一口一个墨良哥呀，这么吓人他呀？不说他了。给钱。哎，就算他不知情，难道他还不知道是谁用了高频声呐？既然他有意维护这个人，那他也是帮凶之一。他这次以主要的核心科研人员的身份来主持这个项目，那他就应该全程控制好这个实验会用到的所有设备。不过目前来看呢，他只是在验证自己的储存技术，并没有真正的去关心到每一步会带来的危害是什么。你又在坚持什么？我爷爷把股份给了我，你觉得我会做什么？你如果有这样的坚持，起初你就不应该让你哥参与这些项目。那你真是太不了解我兄弟了。
阻着想靠近一点，想要你的双眼，只有我声音浮现，像每一次做梦，灰色的天空不再阴霾，还是我一直不够了解。好多的话想要你听见，在阳光海风下，我们终于再见面。心从此被填满，紫色的爱会不顾一切。我千年的等待，只想要你未来，不再半夜醒来，独自面对无尽的大海。爱我们再重来，不去记留白，阳光每天都在，我终于找回我们。